就是这个材料，拿出来调味料，然后呢，蜜饵有三个蜜饵，蜜饵三个我们都用吗？都用，要不然会过期的。看一下，都忘了，还是存在。嗯，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吗？不是目标，你这个更好看。你这个好看，老公加油。一五。蔬菜啊，那这些挺简单，都放在调味室里，把那调味小料这些热热的煮一煮，放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哇，听起来好简单。好吃，我是第二，咱们下期见。